大家是小飞飞，心血来潮想要拍个影片试试看，因为上次我们在拍飞飞影片的时候说 iPhone 的稳定其实还蛮威武的，所以我在想说，那我们就反正我要出门去买感冒药，就顺便试试看说到底 iPhone 11它的稳定度是不是比以前强很多了。总而言之，广角镜头的稳定度还算不差，不过清晰度就不是很理想了。普通焦距跟长焦距就差不了多少，或许搭配其他软体会更好说不定。但是说真的，如果要拍骑车的影片的话呢，你还是买个 GoPro 或是行车记录器比较实在啦。